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嬷。好，今天要来家庭理发店。阿嬷，你觉得我的头发怎么样？好，我漂亮，我想要。阿嬷，你想要我的头发？对呀、啊。为什么？漂亮啊，年轻啊。我早上五洗头。啊，底下来搞掉我啊。这个我没有第一，我觉得亏爆。啊！卖咖条去我。安尼啦。我的头发、啊。安尼嘛袂歹啊，安尼嘛水啊，安嘛一种的发型啊。哇！回到国中的时期了。哇！我的跑道。讲要剪掉，我才算想，我才讲啊，这帮才水哦，50%，我来想办法来教我的头。哇哦，安尼无同款哦呢。哇，阿嬷上面要帮我做造型。大家，我的头发跟着麋鹿一起消失了。麋鹿嘞。好，阿嬷，我来帮你做假发，用我的头发。啊，整个人都没有力气了，少了这个自信，完全。哎、欸，原本我是长这样。现在我的脸是长这样，我来帮阿妈做假发，反正都剪掉了，没什么好留恋。好，我们来请莎莉小姐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莎莉小姐。那今天扮演我们的头模，莎莉小姐先吗？来做一个头皮隔离哦。这样按摩还可以吗？假发啊，底下一定有一个发网。哎，莎莉小姐的眼睛怎么了？然后在上面粘着保丽龙胶，然后再把我头发粘上去。今天假发应该就这样了，等下整个大旁分还是双马尾，大家想要看双马尾？五汤，请假五汤。无啦，这头毛整个卡到嘴，这个咬嘴，加这个。啊，没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加到咬嘴啦，这边好，这边先掉。哎，迄无变。安尼。对啊，啊这撮无变，长卖掉。啊，都有诶，长有诶，都着歹看。你要好乖，我着爱较认真诶。好啦，我加到底下。好，阿嬤你自己剪，阿嬤真的很想要哎、欸，我们想说加钱给阿嬤而已，然后结果阿嬤真的很想要。你是骗我的，不是真的。没有，我真的。好，阿你按这水，我你搞点，阿你就卖我那家己。莎莉小姐好像变漂亮了呢，来看一下，哇，哎、欸，那边看。不是哦。太夸，怪怪的。等他干，就让阿嬷来戴吧，戴看，啊、好吧，试看，戴一次，如果不好看，你就拿去做扫把。会来哦、喔，应该没看。会啦，外套摸哎，会使啦，阿嬷会使啊，你会使啦。啊，这扫把的话，直接哪会看？不，这以后甲处理。什么等以后？今晚就咧治疗，甲以后。我你看，很敢好看，好看啊！哎、欸，阿强奈无头毛，至少你这点嘛，先甲打一下。好，哇，迄个高有较有看啊！哇，啊，高较水啊！毛巾，我地板上的头发就多，就落叶纷飞。阿妈，你的刘海太短了。不，这刘海是。假刘海，阿嬷，如果你要去外面买这顶假发，你要多少钱去买？我不想买。耶、yeah, 海淘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海淘会得去嘞。哇，妹头哇哇哇！哎，有没有谁？哇！从暴风雨过后的头发剩下一边。你的穿不适合啊，底下穿不卖好，好，太胖。